大家好啊，又系鬼古王乜都讲嘅时候啦。嗱，有几个礼拜咧就冇见过大家啦，大家都知道咧，我嗰个电脑咧就发生咗啲故障，所以咧就冇办法可以做多啲后期制作啊。咁样呢几个礼拜咧，我都系做紧一啲直播啦，去满足我嘅听众嘅。咁今个礼拜咧开始翻咧就有翻一个鬼古王乜都讲啦。咁喺節目開始之前呢，又提一提大家啦，如果未曾訂閱我嘅頻道嘅朋友呢，就麻煩呢，而家影片下低呢其實有一個紅色嘅訂閱掣嘅，大家只要撳一撳佢呢，就等於訂閱咗我鬼古王㗎啦。嗱，其實呢訂閱係免費嘅，大家呢千祈唔好以為要畀錢喎，撳一撳就可以㗎啦。好，咁我哋而家呢就開始今集嘅節目，今集嘅課題啦。今集呢，我呢就想同大家呢就去分享下呢我哋呢一个题目嘅，就係常被助人发心，就机遇一到，个福报呢就自然会来啦。喂，好似好巧口长咁嘅名咁样，点解呢？因为呢好多听众呢都私下呢就发呢一个信息俾我啦，就问我啦，就话喂，阿波哥啊，我呢就其实都做好多好事啊，做好多善事嘅，成日都帮人嘅。咁我为人呢，为别人呢，我都付出咗好多嘅。但係呢始终呢咁多年嚟我啲运气都係麻麻喎，就好似呢仲每况愈下咁样喎。咁究竟係咩原因呢？係咪真係好人冇好报呢？究竟是不是真的或者跟我自己的前世因果又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我做这么多好事都没有办法可以令到我生活好过一点呢？首先呢，我又想跟大家讲一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其实我都答过很多次的了。福报的东西呢未必一定是现世报的，可能是来世报都不出奇的。你今世行的善业，行的善行，种落的善因呢，可能呢未必在今世现世可以报给你，可能要去到下一世的时候呢才是来世或者隔世来报给你的。为什么呢？因为呢因果的东西真的千丝万缕，都讲过了，就是说你前世或者再前世所做落来那个业障究竟有几深呢，那个业究竟是有几重呢，那个恶业方面有几重呢，你今世所做的善业是不是可以即时可以弥补到你上一世或者前一世所做落的恶业呢？未必得的。咁如果俾做个比喻啦，即係话如果你上一世係伤害咗好多人嘅，甚至乎呢係攞咗某啲人嘅性命嘅，咁今世你能够做到人，即是在这个人即是我六道里面，在人道里面你已经是一个叫做好彩的了。但是呢为什么会安排回你不用落去这个畜生道啊、地狱道啊或者饿鬼道这样而直接来到人间道呢？原因呢就是说呢，其实你之前还有一些福报带了下来，或者你还有一些使命要做，或者上天给一些赎罪的机会你。所以呢你今世呢就可以成为做返人。咁喺做人嘅过程里面呢，你去履行返你自己应该要做嘅一啲事情，咁去减轻返你前一世所做落嚟嘅业报嘅。咁我哋撇到唔好撇讲到咁远啦，撇到咁远去讲啦，我哋讲返就係啦，贴返啲今日嘅题先啦。今日嘅题就话呢，常被助人发心係我嗰个题嘅开始第一句啦，就係话我哋好多时呢去帮人呢係一啲叫实质嘅帮人啦，但係我哋好多时呢我哋一定要有个发心先。咁如果你连呢个发心都冇嘅，即係话呢我根本冇呢个 发心去帮人嘅，有时候见到有人需要帮的你未必会帮，但当你有这个发心存在在这里的时候，你就会提醒了自己，其实这是一个修行来的，这个发心，这个发心就是一个修行。当你修行到自己24小时都备有这个发心的时候，即是说当你见到有人想帮你，是不会考虑，而在你的能力范围帮得到，你自自动动你就会帮他。
帮人的范围可以很阔很阔的、啊、甚至乎、啊、让助给人都是一种帮人的行为来的、啊、即是帮人可以做很多事，有人问路、帮下人、啊、或者是、帮下人去拎、下东西、啊、扶下人过马路、啊、这些其实都是帮人，即但是一定有一个发心的存在先啦。首先这件事就是、必要的条件啦。但是发心我们还要讲的一种叫做无私的发心，无私的发心呢其实就是讲的、一种就是、我们不是希望有回报的发心，即是我们做善事我们做布施都好呢，我们只是发心出心去帮人，至于有没有回报的我们不应该去、计较不得止，我们就是不应该去想，如果我们去想一个回报而才去帮人这样，其实已经失去了这个帮人的真正意义。没错，到底你都是有帮到人，但是你那个功德呢就会打了折扣的了。所以、今天呢我们的题目里面就说，咦，你只要常备这种助人的、发心呢，你现在只是等什么？等一个机遇一到，这个机遇一到的时间你发挥得到你这个啊、自己内心的修行出来的无私的助人发心呢，你自然那个福报呢就会来的、当然啦、什么叫帮人呢、帮人的定义是不是要去到说很大，喂，是不是甚至乎要去到舍己为人呢？在、最近呢就有一单 case 就发生在 法国啦，就有一位呢就警员呢就是、用自己呢就同呢一个人质去交换嘅。咁佢当时呢就喺法国南部呢就、发生咗一单啦，就係、是、一个挟持人质嘅事件啦。就当时呢位警员呢係、最先到场嘅。佢就、去到场嘅时间呢已经发现呢，其实呢呢一个恐怖分子呢已经呢、开枪呢就打伤咗同埋打死咗呢、部分嘅、群众嘅。而當時咧，佢又喺間超級、市場裏邊啦，咁佢見到仲有咁多人質喺呢一個、恐怖分子手上邊咧，啊，當時一個獨行嘅恐怖分子啊，咁喺呢個獨行嘅恐怖分子上邊咧，就佢就諗到，不如就用自己嚟交換啦，咁亦都佢亦都好機警啦，喺交換人質嘅時間咧，亦都將一個開著咗嘅手提電話就放低啊，令到佢嘅同事可以聽到現場嗰個情況係點樣嘅，咁。当他去交换了人质之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就纠缠了成三个钟头，其他警员呢、就听到枪声之后就决定攻入去、当时呢就、发现呢这一位、法国的警员呢就已经中枪和 身中多刀是倒地的、到最后呢、他亦都是、反魂佛术就、为了、这个其他人质、来讲他去交换了自己的生命出来，去换取了其他人的生命。他这种这么高尚的情操呢就得到这个、法国总统阿马克龙呢就去、表示一种、叫最高的敬意，还和他呢、安排了做这个、国葬添啦。我们不是要讲到好像这个 case 这样，我们要舍己为人做到这么大牺牲来换取一些、所谓福报。这位警员呢他所行的 是菩萨道，如果他没有其他的业障影响他，这样他正常呢这一次的行为里面呢其实他已经是、等于是行了一个菩萨道，他死后呢可能呢有机会呢是成为菩萨的了。那、我们也不需要喂去到哇这么激进讲讲到拿条命出来去换、去换取一些、好的、未来、好的福报樣、其实我们很多事只要我们、做得到一样东西，就是说以前看粤语场面成日讲的一句说话，就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如果自己我们在心里面可以做到这样东西，而在实际行动里面将自己心里面知道的这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精神带到出来，而在这个带这个精神出来的时间呢、亦都、没有苛求到就说喂这个、我为了人人之后希望人人都会为我。这样呢其实呢
就已经是完成了这个叫做无私的发助人发心那个修行。那这个修行呢一路呢在自己的内心里面维持住这种修行呢，这样等的就是一个机遇了。什么机遇呢？其实机遇有很多种。以下呢我就讲一个新闻个案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新闻个案呢同时间也都是发生在法国的，是早几个礼拜所发生的。那我想大家都会有印象的，我们看看片先。好啦，睇咗片返嚟啦。嗱，呢条片呢就係早几个礼拜呢就发生嘅事嚟嘅。发生喺呢就呢个法国嘅巴黎啦。当时候事件呢就係发生喺呢就係一座大厦里面啦。咁喺呢座大厦嘅四楼露台呢就发现呢就有一位小朋友呢就悬挂咗喺露台嗰度嘅。而佢呢隔离屋嘅邻居呢就见到呢个情况呢，就伸隻手出去呢就掹住呢位小童嘅。咁但由于呢就隔住咗个单位呀，咁所以嚟讲呢佢哋係非常之唔就手，只係能够紧紧呢係捉住到佢隻手，就冇辦法呢就将个小童呢就扯返上嚟嘅。喺呢个时候呢其实呢就因为围观嘅人呢就好多啦，就有人呢在场呢就因为担心个小朋友呢会跌落嚟呢而发出一啲叫声啦。就吸引咗呢一位呢嚟自非洲马里嘅难民，佢嘅名呢就叫做加萨马。咁呢位非洲难民呢就啱啱因为经过呢一度俾呢啲声音吸引咗行埋嚟围观。咁佢发现呢哇，当时候嗰个小朋友呢掉咗喺露台嗰度呢就非常之危险，而且呢就觉得嗰个情况呢非常之危急。哇，当时候佢諗都冇諗呢，第一时间就喺地面嗰度呢就开始爬上去呢一个四楼露台嗰度呢。当佢爬到上去的时候呢就一手将呢位小童呢就扯起，就扯返入去露台里面嘅。嗱，整个嘅过程里面呢佢都係用咗唔夠30秒嘅時間呢就完成咗。咁佢身手呢就真係非常之了得啦。由于佢敏捷嘅身手再加埋呢佢嘅膽色呀，嘩，得到呢一个现场所有围观嘅人呢就鼓掌。咁呢件事呢仲得到呢一个呢英国广播公司呢大肆咁样呢去报道嘅。嘩，即时间呢就喺网上面嘅平台呢就收到非常之多的赞好啦。咁呢位嚟自马里嘅难民加萨马呢，喺一夜之间呢全个法国甚至乎呢全世界呢都识得佢呢个人。而佢呢一种英勇嘅行为呢仲得到呢一个巴黎市嘅市长同埋巴黎市嘅消防局呢去表扬佢添。咁佢嘅福报呢当然唔单止得到呢一个巴黎市长同埋消防局嘅局长去表扬佢咁简单啦。嗱，过咗几日之后呢法国总统呢个马克龙呢就安排咗喺呢一个爱丽舍宫嗰度呢接见呢一位咁英勇嘅马里难民加萨马啦。马克龙呢唔单止呢当面去表扬佢啦，仲颁授咗一张奖状俾佢啦。另外呢由于加萨马本身呢就是一个非洲难民啦，佢係喺法国呢用一个难民身份呢就生活到啫。咁马克龙呢就将佢呢安排咗一个特别嘅特快通道，俾咗一个法国嘅公民权呢一位马里嘅难民。而且啊，由于加萨马佢个身手呢就了得，咁马克龙呢就觉得咦，你唔做消防员呢就嘥咗你，就推荐呢去加入呢个巴黎嘅消防队嗰度工作。
喺马一龙接见完加萨马之后咧，咁阿加萨马咧就接受传媒嘅访问啦。佢就话咧，因为当时佢见到嗰个环境嗰、那个情况咧，就话冇可能咧就再等消防员嚟啦，因为佢知道个小朋友咧好快咧就会跌落嚟，所以佢第一时间咧就用佢敏捷嘅身手咧就爬上去。当时咧佢就冇谂过会得到啲咩回报嘅，喺佢眼前边咧最紧要就系第一时间可以救到呢位小朋友一命先。咁啊，传媒咧就同阿加萨马讲咧，就话你呢一个行为咧，已经咧喺我哋巴黎咧就被称为咧18区嘅蜘蛛侠。哇，這个名咧非常之了得啦，因为咧佢唔使用到30秒嘅时间咧，就爬到上去4楼呢一个咁样嘅敏捷身手咧，令到得到一个咁英雄嘅称号18区蜘蛛侠。咁啊，加萨马咧就话咧。他自己就不算是什么英雄，其实呢他自己都是一心呢都是想着救人，也都没想过呢、自己因为这个救人的行为呢而得到一些奖状啊，还有得到这个、法国的、居民那个户籍的，而且呢还得到一份呢工作机会添。我们虽然不是加萨马本人，我们不知道加萨马在他爬上去呢座楼嘅时候，我心里边有冇谂紧，我做呢一件事会唔会有回报呢？但系无论点样都好，佢完成咗呢一个救人嘅使命之后，佢终于得到佢应有嘅福报，佢应有嘅回报。喺呢件事里边，虽然我哋亦都唔知道加萨马究竟系咪一时嘅冲动走上去救人，又或者系神推鬼拱，突然间就冲咗上去救人。但是在这件事里面，我们很清楚看到一件事，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经常这样去装备自己，等自己有一个随时随地可以助人的发心，只是等待一个机遇，等待一个机会，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发心显露出来，我们真真正正这样去帮到人。当帮助人之后，可能个福报会即刻喺你面前出现，好似加萨马咁样，但系亦都可能咧会隔一段时间或者下一世先会报俾你。但系呢样嘢唔系最重要嘅，最重要就系你自己有冇一个咁嘅心去帮人哋先。如果你从来系冇一个去帮人哋嘅心，就算你能力上边做得到，你都冇谂过去帮人嘅，福报就根本同你扯唔上任何嘅关系。在这宗新闻里面充分表现了福报的来临呢是你完全没有办法可以估计得到的。不过这件事件呢就有人欢喜有人愁啦，欢喜的就自然呢就是加萨马啦，咁愁的就是哪个呢，就是这位小童的父母啦。咁当时候呢就点解小童会发生一件咁样嘅危险嘅事情呢，就係、是、小童嘅妈妈呢就当日呢就唔喺巴黎嘅，咁就唔关佢妈妈事啦。问题出喺佢爸爸身上面，因为佢爸爸呢当时呢就出咗去呢就买嘢，就独留儿童在家。咁本来呢就一早返咗嚟嘅，但係竟然呢就喺街嗰度呢就顾住呢就玩游戏呀捉精灵。咁就因为咧捉精灵咧就耽误咗时间，所以就迟咗翻屋企。咁小童咧就因为咁样咧就系喺个露台嗰度擒咗出去，就差啲咧连命都冇埋嘅。咁而家咧呢位小童嘅爸爸咧，至于使唔使坐监咧，呢一样嘢咧就要迟啲先知啦。但系而家咧我就先讲一个故仔俾大家知。这个故事呢就跟一个乞衣的传奇呢就有关系的。那这个乞衣呢他本身呢就做了很多年乞衣的了。他就过厌了这种呢周围行黑的生活。他觉得呢很讨厌，连他自己呢都讨厌自己。那他又很希望呢可以过一些正常人的生活，可以做一个正常人。那他开始呢就去储蓄啦，希望咧就可以咧储翻一啲银两啦，
就可以将佢自己嘅命运咧去改变嘅。但系咧好无奈，佢储咗好多年都储唔到银两，只系咧储到少少嘅白米。咁佢就将呢啲白米咧就收埋咗喺埲墙嘅里边。但系有一晚，佢突然间听到墙边有一啲叮铃咣啷嘅声，佢觉得好古怪，佢就走去睇下啦。跟住佢发现咗有一只大老鼠喺度，佢见到呢只大老鼠竟然将佢储嘅米全部食清光，哇！佢当时咧就好嬲，追打呢只老鼠，就追住佢，就问佢点解天下间咁多有钱人、咁多富有人家嘅粮食你唔去偷，你偏偏嚟偷我呢个黑衣嘅粮食呢？你知唔知道我储得好辛苦、好可怜，先储到呢一啲粮食翻嚟？咁呢一只老鼠突然间竟然识得讲嘢，将呢个黑衣咧吓咗一跳。跟住只老鼠就同呢一个黑衣讲：，佢话喂，冇办法哦，唔系我想食你啲米噶，系你条命注定咗只得八分米，就算啊你啊行遍成个天下啦，你都再唔满一星。咁呢个乞衣听到只老鼠识讲嘢，已经惊啦。但系佢听完呢一番说话之后咧，仲更加惊。究竟点解呢？佢真系问只老鼠：点解啊？点解我条命系得八分米啊？跟住只老鼠就同佢讲，佢就话：喂，其实我真系唔知啊。不如你问佛祖啦，佛祖可能话到俾你听哦。咁呢个乞衣喺绝望之际，既然系咁样，我就去西天问一问佛祖，究竟点解我条命会生成咁样？佢第二日早上就开始就上路啦。咁喺个上路途中咧，都系咧靠呢一个乞食咧就维生嘅。咁有一日嘅晚上咧，佢就去到一户人家嘅门口，就准备咧就拍门就乞食。在他拍门的时候，这间屋的管家就开门，见到他就问他什么事，他呢就说来乞食的。咁啱呢，这间屋的原来呢就刚刚走出门口就见到，他就问个乞衣：咦，你做什么这么夜还赶路啊？咁这个乞衣就原原本本将这件事就话给这个袁海听，就话给他听：我而家就要去西天问一问佛祖。咁袁海听到呢件事之后咧，就即刻同个管家讲啦：，喂，你即刻同我攞多啲干粮，攞多啲银两出嚟，俾呢位先生。跟住个管家就话：，老爷，点解咧？系你唔好理啦，你同我即刻攞出嚟。咁样呢件事，连个乞衣自己都吓咗一跳。跟住老爷就将呢啲粮食同埋银两，就执俾个乞衣，就同乞衣讲：其实件事系咁嘅，我想拜托你帮我做一件事，因为咧我个女咧成16岁啦，都仲未曾识得讲嘢，我好担心佢。咁你可唔可以，既然去问佛祖啦，帮我问一问佛祖点解，有冇办法可以帮到我个女咧？咁我乞衣心谂，还掂我都系去西天问佛祖啫。咁啊，唔争在帮你问多个问题啦。咁啊，应承咗袁海，跟住咧就继续咧就上路啦。于是者呢个乞衣佢就去到一座山上边。咁啊，呢座山上面咧就有个寺庙，佢就谂住入去寺庙里边就乞食。而寺院里边咧就有一位老和尚，佢见到呢位老和尚咧坐喺度望住一支权杖咧就爱不释手，跟住佢就行上前同老和尚讲：我系乞食嘅，我想问你呢度有冇水咧？咁老和尚慈悲之心，当然就有俾到水呢位乞衣啦。但系老和尚咧就多口咧就问咗呢个乞衣一句，就话：咦，你要去边度咧？佢又一五一十咁样将呢件事话咗俾呢个老和尚听。老和尚想了一阵之后跟他讲，他就说：我已经修行了500年，
我好奇怪，点解我仲未曾可以升天呢？喂，既然咧你去西天揾佛祖，喂，可唔可以咧帮帮手，帮我问一问佛祖，究竟点解我修行咗500年，我都升唔到天呢？咁呢个乞衣，佢一路饮住老和尚啲水，一路就谂一谂，唉，都系顺水人情啫，冇问题啦，我帮你照样问一问佛祖啦。咁样就答应咗佢，就离开咗啦。然之后又过咗一段时间，呢、这个乞衣就去到一条大江嘅江边，佢发现条江面好阔，但系当佢想过江嘅时候，佢搵匀周围都见唔到有一只船，佢就越谂就越伤心。点解嚟到呢一度都系过唔到去呢？跟住就喊起上嚟啦，就因为佢嘅喊声吸引咗一只大龟就游过嚟啊！咁啊，大龟就问呢个乞衣先生：你做咩喺度喊啊？佢就话：佢又将呢件事由头到尾原原本本咁样话咗俾呢一只大龟听。呢只大龟听到之后，哇！眼前一亮，佢就话：喂，你可唔可以顺便帮我问一个问题？如果可以嘅话呢，我就可以孭你过河。跟住呢个乞衣好开心咁样就问佢：你究竟有咩问题想问啊？佢就话：我修行咗1000年，我早就应该可以化成飞龙咁样飞上天，点解到而家都仲系一只龟呢？跟住呢个乞衣就话：冇问题，冇问题。佢心谂：我应承得前面嗰两位仁兄，帮佢问问题啦。咁样唔争在，帮埋你问啦。跟住大龟就好开心咁样，将呢个乞衣载咗过去河嘅对面。当佢过咗河之后，再行咗一段时间，佢发现自己其实行咗咁耐，都应该系到咗西天噶啦。点解一路都见唔到佛祖呢？又喊起上嚟，跟住喊喊下，佢就迷迷糊糊咁样瞓着咗。喺佢瞓着咗嘅时候咧，唔知道系发梦定系真啦。佛祖突然间喺佢面前出现咗，佢就好开心咁样即刻弹起身，就问佛祖啦：我其实咁远嚟揾你，我系有事想问你嘅。跟住佛祖就答佢：冇问题，你有乜嘢即本问，不过只限问3条问题。跟住呢个乞衣第一时间佢就谂一谂：啊，只大乌龟修行咗1000年，都冇办法可以化成飞龙，真系好惨。佢就首先问咗呢个问题先。佛祖就答佢：其实佢变唔到龙，就系因为他一路都不捨得自己的龟壳。试问他不捨得自己的龟壳，那他永远都只是一只龟，他怎能够可以飞天做龙呢？哦，乞衣听到之后就知道原因了，跟手他就再问第二个问题。那他就想：老和尚修行了500年都升不到天，喂，实在有几惨啊。跟着他就问佛祖：诶，究竟老和尚点解佢升唔到天呢？佛祖就话：因为佢仲留恋紧世间嘅嘢，佢点样可以升天呢？咁啊，乞衣就问佢：咦，咁啊，老和尚究竟留恋紧世间啲咩嘢呢？佢就系唔舍得佢嗰支咁靓嘅权杖咯。跟住乞衣又明白咗，咦，老和尚嘅问题所在啦。然之后佢又再谂一谂。问咩问题好呢？佢谂到系哦，原来个女16岁都未曾识讲嘢，真系好可怜。佢又问佛祖究竟点解啦？咁佛祖就话俾佢听：啊，呢个你唔需要担心。其实当佢遇到佢自己喜欢嘅人嘅时候，佢就自然会识得讲嘢噶啦。喺呢个时候，乞衣就想问一问佛祖自己点解呢一生都咁坎坷呢？但是佛祖这个时候已经突然间消失了。跟着他就大嗌一声：哎呀，惨了，3个问题已经问完了，我问不到自己想问的问题。
跟住佢又谂一谂，都系算罢啦。老鼠讲得啱嘅，我呢一世都整定系做黑衣噶啦。咁我继续去做我嘅黑衣，黑我嘅米饭啦。于是者，佢就回程翻翻去佢做黑衣嘅地方啦。咁佢第一个要经过的地方就当然系呢个江边啦。咁乌龟见到佢就第一时间游埋嚟，点啊点啊，你帮唔帮我问到系咩原因啊？跟住黑衣就话俾佢听，哦，其实好简单啫，佛祖话你唔舍得你个壳哦，你试问有个壳啊，点样可以成龙飞天呢？跟住话系啊，跟住佢第一时间将个壳剥咗落嚟，跟住将个壳就送咗俾呢个黑衣，跟住呢个黑衣就睇住呢只乌龟剥咗壳之后，啜一声变成一条飞龙，咁样飞咗上天啦。但系喺佢飞咗上天之后，黑衣望一望，我壳里边有24粒嘅夜明珠，而呢啲夜明珠一睇就知道系啲无价之宝。咁啊，黑衣就带住啲24粒嘅夜明珠喺身，继续上路。如是者，佢又去到山上边，就揾阿老和尚，同老和尚讲佢升唔到天嘅原因。佢就话俾老和尚听：嗱，你升唔到天，就因为你仲眷恋紧一啲人间嘅嘢，所以升唔到天。咁啊，眷恋紧啲乜嘢咧？就系眷恋紧你嗰支咁靓嘅权杖啦。哇！老和尚一听之后即刻开悟，就将支权杖送咗俾黑衣。喺佢一送俾黑衣嗰下，老和尚就啜一声就飞咗上天啦。跟住最后黑衣翻到去袁海嘅屋企嗰度，谂住话俾袁海听，点知道佢行到去袁海大宅嘅门口嘅时候，突然间有个女仔冲出嚟，大声咁样叫话：问佛祖嘅人翻咗嚟啦！去问佛祖嘅人翻咗嚟啦！袁海听到个女突然间咁样叫，佢又惊又喜咁样：我个女识讲嘢啦！我个女识得讲嘢啦！袁海非常之开心。咁啊，当然黑衣就将呢件事话翻俾袁海听。袁海听到之后就觉得：咦，唔通佛祖所讲嘅人就系呢个黑衣？跟住而佢嘅女儿亦都同佢父亲讲话，佢非常之喜欢呢位黑衣。原来就决定将自己嘅女嫁咗俾佢。呢个黑衣发梦都估唔到，佢嘅一生就咁样就改变咗啦。故事就听完啦。喺呢个黑衣嘅故事里面咧，我哋好清楚就睇到一样嘢啦。其实咧就系话咧，我哋做人咧，其实好多时都系要付出咗先至会有回报，千祈咧就唔好寄望咧系有咗回报之后先至去付出，因为咧其实所有嘅福报咧都基于你哋嘅发心上边。首先基本，我哋如果我哋嘅发心系存在咗嘅话，我哋等候到一个机遇嘅出现，我哋行使咗我哋嘅发心去帮助咗别人，咁呢啲福报咧，其实就会跟住咁样就嚟噶啦。嗱，好多问我，喂，点解我做咁多好事都未曾可以攞到回报嘅朋友咧？咁听完呢个故事咧，就希望佢哋明白，有阵时我哋做事嘅时间，千祈唔好计较咁多。可以帮到人嘅嘢，帮咗先。只要你嘅付出系越大嘅时间咧，你嗰个收获咧，可能咧就会越大嘅。当然啦，机缘巧合嘅嘢可遇就不可求啦。但系世事嘅嘢往往还唔埋嘅，所以奇缘咧突然间可能会发生喺你嘅身上边。只要我哋做好一切嘅准备，当奇缘机遇嚟到嘅时候，我哋就可以将佢留得住。俗语所谓，机会系留俾有准备嘅人嘅。而我鬼故王嘅节目咧，就系留俾大家慢慢去欣赏嘅。今日嘅话题就讲到呢度为止，下一集鬼故王乜都讲，再同大家倾一倾另外一个课题。拜拜。
以上咁精彩嘅影片，大家系咪好想 keep 住继续有得睇呢？其实想 keep 住睇我鬼古王阿煲频道呢，非常之简单嘅，只要轻松嘅四部曲就可以支持我鬼古王㗎啦。点样轻松四部曲法呢？第一就是订阅我鬼古王阿煲嘅频道。点样订阅呢？其实喺影片下低有一个红色嘅掣嘅，只要大家按一按佢，就可以免费订阅到我鬼古王阿煲嘅频道㗎啦。记住订阅系免费㗎。订阅咗之后就可以第一时间知道我鬼古王有新节目或者直播出街㗎啦。你仲唔订阅？第二就是分享我鬼古王频道嘅影片啦。大家既然咁鍾意睇我鬼古王嘅影片，咁你嘅朋友或者亲人可能都有兴趣睇我鬼古王嘅节目嘅。而家只要大家做一个简单嘅 share， 就可以将我嘅节目分享俾你嘅朋友。只要大家将我嘅节目连结透过以下唔同嘅平台，包括 Facebook、WhatsApp、WeChat 或者其他唔同频道嘅平台，将我嘅节目连结 share 出去，咁你同你嘅朋友一样可以睇到我鬼古王阿煲嘅影片啦。第三就是睇节目睇埋啲广告。由于呢我鬼古王阿煲嘅频道係一个免费嘅节目频道，只係靠 YouTube 少少嘅微博广告费去支持我嘅制作。如果大家睇节目嗰时候连啲广告都飞埋呢，我鬼古王阿煲呢就係完全冇收入㗎啦。所以希望大家呢在看节目的时候顺便可以看埋啲广告，咁就可以支持到我鬼古王阿煲嘅频道啦。第四就是随心资助我鬼古王阿煲嘅频道啦。头先讲过广告嘅收入係非常之微薄嘅，而且制作成本又非常之高喎。单凭嗰少少嘅广告费呢，鬼古王阿煲频道呢係冇辦法可以营运落去嘅。如果大家想一路 keep 住睇到我嘅影片呢，就希望大家隨心去資助我鬼古王阿煲。點樣資助法呢？其實非常之簡單嘅。首先香港嘅朋友可以透過而家最新最直接嘅方法，就係支付寶香港。只要大家去到71或者 OK 便利店或者萬寧屈臣氏出示以下呢一個 QR code， 就可以簡單直接入到錢落嚟俾我鬼古王阿煲嘅啦。而另外一个方法就是透过我恒生银行的户口，大家可以直接入钱或者转账资助的金额给我，又或者寄票来到我的工作室。至于在海外的朋友呢，可以透过 PayPal 这一条连结就可以直接资助到我了。而在国外的朋友呢，可以用微信支付这个这么简单的方法。以心换心，制作认真，只要简单的四部曲就可以支持到我鬼古王的了。是不是想看多些我的精彩节目呢？只要大家订阅我鬼古王阿煲的频道，有新片发送即时就会知道。订阅是免费的，你还不快点来订阅。以下是我为大家推荐的精彩影片，千祈唔好错过啊！